就会好一点，等彩儿日子好一点，把彩儿的兄弟都给解了。看啥呢？别往窗外看，深更半夜的。外面有一群没有腿的人。你别吓娘啊！捞一本唱说呀，晚上睡觉，窗不能对镜子，也不能对窗户，有讲究嘞。帅儿，帅儿，你怎么了，帅儿？帅儿，你怎么了，帅儿？一怒向天，人间道，魑魅魍魉莫相扰，急急如律令。自古尽分阴阳两面，又每日收纳人心，是所有邪祟通往凡间的桥梁。孩子体虚眼静，被那邪魔吓到，也在情理中。你咋知道这些？你是跳大神的啊？啥跳大神的？这叫现实。西北边境去寻求一个新的开始，却不想世事无常，命更无常。连珠泪
醒不过来了，这里是青喇方，离乌兰多远？10天路程。姑娘，你怎么称呼？叫我仙儿就行了。哦，仙儿姑娘，救命之恩，龙某三生不忘。行了行了，快进去吧。一看你那枪伤，就是遭了响马。这外面世道乱，又是兵又是匪的。俗话讲，人争气，鬼嚼蜡。姑娘供的可是叛军规？你懂这个？碰巧懂些。是未婚夫，早年外出叫我等他，可是就一去不回了。请跟先生说，供个叛军规吧，写上生辰八字，早晚办炷香，这人呀，就能回家了。谢儿姑娘。老朽7日内必须赶往乌兰，等我回来定帮姑娘找人。这么些年还去哪儿找啊？走就走吧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发现你时身上只有这封信。再着急也不差这一晚，缓缓伤，明早再动身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忘了告诉你，来到青蜡方的人永远都别想离开。Thank you.
镇子古怪，每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。好在生活安宁，与世无争。姑娘，你没想过离开吗？这外面兵荒马乱的，还能去哪？也不想你未婚夫了。他会回来的，叫我等他。仙儿姑娘，这叛军归其实有两种说法的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叛军归由来已久，原本是民间寄托哀思缅怀将士的阵法，后来被当作邪术，传说不但能催活人尽快回家，就算是客死他乡尸首异处，这种阵法也能令其往返六道，把男人找回来。真有这么灵就好了，也不用等这么多年。这传说呀，便是传说。哎，跟我来。可是镇子被人下了账术，阴阳颠倒，日夜逆行，全镇只有你是活人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是先生。这类账术忌讳阳气，白天法力最弱，要跑就趁现在。可是现在天黑啊。这施法的人很狡猾，故意逆转日夜，让人误以为天黑。其实现在应该是正午时分，应该可以了。猜得没错，暗中做法的是位仙家，这类法术忌讳太阳，最怕攻击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位仙家法力高强，我只能让其法术显形，但却看不到他。你不是先生吗？就没有点符咒法器之类的？我的随身法器在火车上被响马劫了。不过仙儿姑娘，你可知道刚刚我用血化的那是什么符？那是本门的雄鸡破晓符，一符破晓鸡鸣天下，只有妖仙才会受到影响，常人是听不到的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仙儿姑娘，你就是那一位暗中施法的仙家吧？以前叫道士，现在叫先生。
这些人真是一代比一代有意思。林道龙三，好谦和道人，既然姑娘肯救龙某一命，为何如今又施法困住龙某？不是我，所有来到辛辣方的人都别想离开，都别想。是个凡人，却夺走了我的心。他说过会回来和我在一起的，他不回来，我就一直等。你可知道人血殊途，不可长久？没错，所以他才外出寻道，寻求修仙之道，说好练成仙体与我相伴千年。我乃妖仙，不能伴他左右闯荡凡尘，所以我就在这儿等他。转眼已过百年。那叛军归可是邪术？烽火战乱，百年已过，青云早死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当初救你时就看出你身怀法术，冥冥之中我倒是希望你是他派来给我送信的，可造化弄人，你识得出这叛军归，却识不得我。天道轮回自有定数，你又何必逆天而行，在此苦守害人？我没有害人，但我恨你，恨你们凡人命短，一生只有区区百年，恨你们茫茫人海才让我的青云一去不归，更恨你们这些降妖伏魔修道之人。是你们横行于世，我就能陪伴青云左右，浪迹天涯，殊宿双归。可您却止步不前，留在这小镇幻境里，纵然百年困住的只是自己。既然来了，那就陪我一起等吧。太极真宗七星归位，玄冥斗者阵齐齐如律令。你的命是我救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在这一切我说了算，包括时间。我可以救你，也可以让时间回到救你之前。放心，我会给你扎一个好肉身。父母太上元君钟馗大将军在此。血法门，门门道法，以邪修符，这就是我的法技。
你为何不躲？你这是……啊，果真是草人，我误会你了。我虽是道士，可只是铲奸除恶。我修行千年，从未害人。这镇子本是我那心上人的家乡，全镇以染蜡为生。后来，我去祁连山下赴十年之约。回来时，这镇上便遭遇了兵灾。想陪我一起过和从前一样的生活，因为我怕我那心上人回来时找不到家。俗话说，百年缘分修得共枕。你和那人虽然情分已长，但百年已过，早该了缘。或许天师说的对，心儿怨念深重。我也知道我等不到他回来。只希望天师能够赐我一死，让我早日摆脱这相思之苦。前世今生爱，痴情红尘苦。你虽是妖，却本性不坏，只是希望你散了这场幻境，早些放下，也就放了自己。可是，情分本就无根，困在缘中却不知缘分已灭。就像这座小镇醒来不过是场梦，人的生死也一样。老乡，到乌兰怎么走？Thank you.
岁数了，身体可真好。我们这儿可是城里最好的地儿。这边。只图有口水喝，落个脚，别无他求。来的人都这么说。这儿以前是驿站，兵荒马乱的没人管，我就盘下这家店，给路过的人寻个开心，解解乏，总比睡大街强。到了。请坐。你要是单住呢，房费可要加倍。你要是想找个暖脚的，房费可以不收。可以赊账吗？赊账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您现在这样拿什么还呢？一道符。什么符？葬妖符。先生，天寒地冻，喝杯酒暖暖身子，我给您满上。我自己来。客随主便。无功受禄，受之有愧。先生客气。果然是好酒，还是上好的竹叶青。只可惜你酿的酒还缺了1000年的火候。天师恕罪，天师恕罪，小妖敬酒只是想要您知难而退，不曾想。不瞒你说，我的行李在火车上被马匪劫了去。姑娘请坐。只要不怀害人之心，我不会耽误你做生意。我们姐妹们躲在这里真是迫不得已啊。迫不得已。行了，您先休息吧，我就告辞了。姑娘可知城内有无黑市？这个城郊有个当铺，您可以去那儿瞧瞧。多谢。都不想活了，还不快走。想买货，这是当铺，有好货吗？现货还是成货？新现货。这边。哎，胡哥，这边。这些都是新入档的新现货，看上哪个可以谈。喜欢这类玩意儿？里面还有，便宜。
这件东西是哪里来的？你是哪儿来的？麦当不问主，麦当不问地，你懂不懂规矩？实不相瞒，这东西是我的。老头，跑这来讹当，不要命了？你照一下。跟老子装神弄鬼，你说你的就是你的，你叫他，他答应吗？天清地宁，日月和平。宁死先生，堂内请，上座。先生，幸会。大当家，不敢不敢。先生尊称。龙三。贵乡是广州。那此来本地受人所托。啊，明白明白。在下唐海，这乌兰城内18家当铺全都是我的买卖，托远近朋友帮衬，让在下一个海棒的名号。先生，哎，说来惭愧，可我毕竟是个买卖人，底下的伙计难免也生手杂，收了江湖的东西也都是无心之举，幸亏先生今天找上门来，现在完璧归赵。你做生意也有本钱的，龙三不会亏待你的。人事先生是万幸，实不相瞒，在下还真有一事相求。为何遮挡面部？先生，你仔细看。可有其他病症？都没有。家中女眷可有同症状？都没有啊。所谓道不清传，法不见脉，事不顺路，衣不叩门。先生莫怪，自从两个女儿昏睡以后，是夜夜尿床，那床单都坏不起啊。早不说，晚不说，迟早都要说。大当家的宅中有处聚阴之地，见不得光。要真想令爱康复，我需到那里瞧一瞧。说。屋里搜的家当都堆在这里了，这上面是令爱的闺房喽。整座寨子都在上边。灯笼。去。哎呦，快看，飞下来了！你也知道，这三万边境是捣乱。很多货都来路不明，可这里每件货物都有人命啊！大当家，
你这生意做得深了，这些沾了人命的东西，您把它们藏在地下，简直就是一座阴穴，经年累月，煞气聚集，自会招来妖物。那怎么办？ 千鹤翼一剑，十方写一双，紫金冠一顶，执笔墨刀剑，切勿沾血。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，回头，暂停，五，呵，收，回，柳，皇甫请兵，听我调遣。 五梁搭桥，神光速现，急急如律令，嘿，生死有命，各走各路，嘿。 伙计们，来搬东西吧！附在这些货上的邪祟小妖都被我送回妖界。哎，是是是，有了，先生。都给我快点，别动，动物搬。修也搬几个。哎，老爷，小姐醒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咋活？该搬的事还得搬。嗯。是，海哥。 姐姐，这个梦好长啊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妹妹，只要是梦，终究会醒。嗯。啊，女儿，你们醒了？别，快快，这位是？我知道，我什么都能听见，就是醒不了。他叫龙三，侍卫先生，恩人在上，请受金妹愚昧一拜。好的，姑娘不可，醒来就好。 哎，快，小色素。哦，这个破东西，压根不管用。亏得龙三先生法力高强。嘿嘿，不能这么讲啊。妖气极生，或毒或疏。龙某送走邪祟用的是疏通之法，而这位高人则是镇压之法。但看你这大宅坐山向水，富贵不愁，这位高人的仙法在我之上啊。 啊，是这样啊。先生，三块大洋是酬劳，这块金表是心意，便下手啊。好意心领，历代门规救人只收3000。 多谢老板娘，这是房钱。不行，这也太多了。不多。先生，我这就带姐妹们离开。为何要帮我？先生，乱世渡红颜，谋生不如谋命。 这地方要命呢，先生你多保重，我等先告辞了。
师兄，在北乌兰遭受未知邪灵祸乱，师妹学艺不精，恐命不久矣，盼师兄速来除魔卫道。啊，这位老兄，我想找人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啊，请问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呢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哦，不认识啊。你就是龙三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站住！走。龙副官，人到了。给我带进来。桑娜，往里坐。严帅要见你，留点神。在乌兰城，严帅说排第二，就没人敢排第一。大帅，人到了。坐吧，这茶正是时候。你就是千鹤道长？正是。我姓严，这儿归我管。这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守着一城百姓并不容易。你既然是位先生，今日邀请你来，另有他事。这乌兰城闹狐妖许久，专挑黄花大闺女，一到晚上就闹得更凶。我们去追，就遭那狐妖玩弄。若说山贼响马什么的，有枪就能打，可这邪祟狐妖一类，就非您这样的高人不可了。麻烦先生跑一趟了。祝先生法力无边，早日铲除狐妖。给大帅办事，亏待不了你。除了狐妖，名利双收。啊，这老家伙不行啊。是啊，这么笨的什么反应都没有。就是穷死是不在做人。瞎子，还想跟我斗？三府神都听我调遣，尽快望行金光速现。雕虫小技。大
有话好说。说，为什么吃人？只要有鸡，我从不吃人。道长饶命。说。奶奶的，这么厉害！你不是狐仙？狐仙？什么年代了，哪还有狐仙？早被你们打绝做皮草了。老娘是黄仙儿，这身皮囊卖不上价钱，才苟活到今天。你若肯答应我，饶我性命，我便告诉你个惊天的秘密。快讲！有人雇我假扮狐仙，隔三差五闹上这么一出。每个月给我10块大洋，外加烧鸡管够。谁雇的你？那又是谁雇的你呀、啊？我发现你们这些个先生个个都是死脑筋。这么说，拐走那些黄花闺女的不是你，是雇你的人吧？快跑吧，别像前几个似的。冷副官，龙三先生除妖不慎，反遭毒手，弟兄们为先生鸣枪就行。假借狐仙之名拐卖少女，再请人除妖，暗中处决。猜得不错，魏先生送行。姑娘是？先生，我是玉妹，我们是来救您的。是你？先生，你今天可是欠我一条命啊。那你又欠了多少条人命啊？我沙虎这辈子只欠大当家的。虎哥，住嘴！我们是来救人的。救人？姑娘，你可知道城中丢失的女娃都在什么地方？一言难尽。先生，跟我来。小心！快快让！没错，西边的鬼司令在攻城，他是大帅的死对头。要想救人，就得趁今晚。穿过那边的城内，就是祁连山的大帅府。姑娘，你麻衣裹身，不是令珠。这就去把那个臭道士打死3次。你是真当我不知道啊？你找来这个臭道士，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付我吗？想我唐黑，这么多年跟你出生入死。三月后，乌兰城里里外外没有我，哪有你的今天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在这乌兰城，想要为我卖命的多了去了。想不到你为了一个臭道士，今天就要过河拆桥。你个不长胡子的妖人，抱着美女在这享清福。今天老子不喝汤了，我也吃亏了。
逝者已去，姑娘节哀顺变的。你们别哭了，只要我沙虎还有一口气在，一定会给大当家的和小姐报仇。可这妖人好像有邪魔附体，听说刀枪不入，我想请先生帮我。兄弟们，快快快快快，去守住城墙！快快快快，都跟上，快点！斌哥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此处竟然布阵，这就是那妖人的人丹炉。这些年，他通过我爹敛的黑财，一路仕途高升，富甲一方。这方圆百里镇子上的少女，都被他抢来炼制人丹，以求长生。我爹说，这儿应该有坐地牢的。来，喝了我的血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天地人三才，天为消，地为落，人为中，三才一现，以人炼丹。不出意外，那丹炉下面应该就是地牢。出发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不曾写过什么信件。师兄，你要当心，那恶人有妖气混体。我受此欺辱，你要替我，你要替我。啊，师妹。师妹。有所谓，或者不得已匆匆而过。谁又懂参透世间的千河，早已淡漠了是非对错。久违的泪光正不断闪烁，无数次滴落奈何。传说主人，我是你的人了。
龙三先生，慢！烧了我的大帅府，这就想走啊？快起探，此人妖气凌厉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可向前。啊，好。在这里和我斗法，你有的我都有，你会的我也会。不可，小姐，小姐，都一个臭毛病，都给我杀！三爷想在这儿跟我斗法，不自量力。一根盾，一副武器，也不能连齐招来招。身边火急如律令，便身有光明，千灵元顺风耳，天兵天将六天之五五天神，见怪忘形。大为雷，小为雨，放为冰。太上老君，借我急急风，四部正神到坛前。三先生，我说过，你会的，我也会。唱了这首手把年终速成三十年前是这一席作。无法无相，唯我独尊。三通十方素琴，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喷香一柱，真君二郎神，速速显天。
先拿你当神，在我这儿，你不过就是一介武夫罢了。你占着神位，干的却不是人事。你的法器只能伤妖，不能伤人，所以对无效。不可能，你妖气深厚，不会是人。只怪我学艺不精，看不出你的真身。当然看不出，因为我就是活生生的人。至于这妖气，他的妖气是我给的。你是谁？青云。青云。青云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仙儿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么多年，我早以为你不在人世，没成想，你竟改名换姓，躲在这儿。叛君归。当年你外出修行，我送你三股妖气护身。你虽装作不认识我，可你的妖气却来自我身。你靠它炼食人丹，永葆青春，就连相貌都和当年一模一样。可你的声音……仙儿姑娘，这其中恐怕有些误会。我是龙三，换回来吧。这句臭皮囊我确实不喜欢。仙儿姑娘，在下是龙三，他就是你要找的叛君贵立的青云。你来了。仙儿，你还是那么美。当年离开，确实是为了你修炼永生之法。可后来我永葆青春时，才发现，这世界声色犬马，有那么多金银财宝等着我，我为何要在一个女妖身上浪费时间？薄情寡义，却还振振有词。枉我为你苦等百年，若不是龙三先生，我至今还在青蜡坊等你。仙儿，你是真的天真啊。我更名改姓，换了身份，又派兵将青蜡坊夷为平地，要的就是你永远也找不到我。青蜡坊是你毁的，趁我负你十年之约，你好狠的心！真傻，仙儿。只要青蜡坊一回，这世间就没有人记得我青云这个人物了。
自然没有人怀疑我的年纪。从此，我吸取至阴至灵，永葆青春。至于你，不过只是只妖，谁会信你呀？可他们都是你的父老乡亲，你却可怜虫而已。荣华富贵，亲情可抛。当年我杀不了你，今日你自己送上门来，从今往后我便多了个妖奴。给你妖气，你竟然用它来对付我，你好狠的心。那都是你心甘情愿。先生，你的宝葫芦。臭道士，你还没死，一个破葫芦而已，能奈我何？我这身长万丈，左手左足，右手右足，能飞雨，能冷冷水水，火爆火火水水，急急如律令。一世修丹，只为自己。此葫芦内藏乾坤，集我毕生所修，专为扶妖。你难道没听过天大地大，葫芦最大？今天我就用它收了你。仙儿姑娘，趁他天阳正弱，快收回你的妖气。别护身，别护身，十二元辰我身，葫芦老爷护满身啊。要受一劫，你叫我如何救？再给我一次，给我一场妖气。我们说好的，我们说好的相伴千年。是我牵挂的人，我修炼千年，为了等你这句话，我等了百年。别再问为什么还要忍。你是我恨过的人。我何尝会想你？这样残忍，你是我不舍的人，始终为你沉沦。你是我向往的人，辜负了我的真。怪只怪擦肩的人，修道一世，擦同三生，三清有力。还我妖气！去死吧！我急如律。为什么？我已经承受了妖气，给你。
神儿。姑娘，就送到这里吧。眼下城里是最安全的，先生，您何不留下呢？哎，身在江湖，就此别过。妖异，福心中国难，世人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人生大病，只是一个贪字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听黄庙村枕边妖慢慢道来。感慨这困惑。我们青毛山上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呐、啊！开你左耳听音符，开你右耳听娘经。散了云朵，不舍这残阳一抹，浑浊分不清夜色。试问谁住在山河？感慨着困惑，燃烧放眼山河如此辽阔，怎可沉默？呼啸踏风而过，舍与不舍，几经几许奈何？夜上一落，光阴如梦，无暇感慨着困惑。还在方圆二十里的鬼早就移民了。
实在是道台先锋，茅山大将，没想到非常钦佩。放眼山河如此辽阔，怎可沉默？被僵尸。荆棘须奈何，雨落拍打蹉跎，不觉明了何为忘我。烈火席卷大漠，热泪婆娑，几问几答如何。请问有人吗？请问您是？哦，在下龙三，老先生可知此信来处？啊，你可来了！来来来，快坐快坐，儿媳妇给恩公上茶。这是我假借道姑给您写的求救信，没想到您还真的来了，爷爷。谢谢爷爷救命之恩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身为玄门中人，行善救人正是修行啊。救孙女之恩无以回报，这些还望先生。在下救人，只收3000。大胆妖仙，竟敢冒充凡人戏耍天师！天地。为镇杀八方，茅山正统正邪对立，拯救苍生，天地乾坤，万元归一。小妖一家的命是恩公给的，自然全凭恩公主持。无论如何，救命之恩，小妖一家三生无望。